大家好，我是美味小厨小刘。这期视频呢，给大家分享咱在家和面揉面。先往盆里倒入普通面粉，再加入盐搅一搅，然后分次少量的往盆里加入凉水来和面。我一般呢，冬天用的是温水，天气热了就用凉水。一斤面粉加大概230克。